受不了了，走吧。哼哼的不错呀，我说。哎，奎武，哎，你听出来没有？他们这里头票戏的肯定少不了，西皮二黄要什么有什么呀？哎呦，行了，哎，行了啊，这日头也快落山了，你们各位也饿了，说说吧，打算怎么着？爷们，我再叫你们声爷啊！做此官，行此礼，我没难为你们，你们干嘛老转着圈跟我过不去啊？啊！一开始啊，我琢磨不清楚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一个棒槌，还非要管着大伙儿，你说大伙儿心里能服吗？能没点子火吗？不瞒各位说，说起管部来，我他妈还真是个棒槌。可是朝廷委我这么个差事，那就得委屈各位了。给不给我面子不吃劲，给大清国点面子就成。怎么着，关海？我这说了半天了，怎么不言声啊？得，诸位，我今儿再给各位爷鞠个躬，啊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你们干好自个儿的差事。王爷。我们也想好好的当差。好啊，这话我爱听。我呀，就求你们赶快查账，给我找银子。哎，怎么又不言声了？我老五求你们这么点子事，你们真不给脸是怎么着？这他妈逼着我杀人呢，这是。谁下来？谁？饶命！饶命！行啊，饶命就饶命，但也不能便宜了你们。你们不是喝大清国的血吗？不是喝老百姓的血吗？奎文，哎，招呼。饶我？真的？废话，什么真的假的？从关海开始，铜靶子、清理寺各个头，一人裤子里一条，谁敢跑，我要他脑袋！好，孙贼，我可是大清国世袭罔替的王爷，你们哪个孙子从我身上踩过去？我还没放你就是吗？啊！阿玛，这里边好像出事儿了。要是出了人命就更好了。走。不许动，听见没有？别动，别动！谁动我要谁脑袋！这猪嘴真难受啊！不像话！不像话！死亡来了！你不像话！谁说不像话呀？老四，这里头没你，你别抻头，留神把自个儿搭进来。哎，老五啊，我不是说你呢，我是说他们。
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没错，我们家老五啊，他是不懂朝政，可是这能怪他吗？他整天在荒郊野地里扛皇陵，他能懂朝政吗？嘿，这种屁话最好少说。老五，哎，你那水蝎子剩的还有吗？有，惹翻了我。哎，我说五叔啊，我阿玛他没别的意思，他是听说户部这院有点乱，所以叫我也跟着来了。乱？怎么乱了？谁说乱了？谁呀？哎呦，咬了我！三姐，祖宗，哎呦！老徐，你这么吵吵，我连账本都看不下去。哎，咬了！哎呦！别逗我生气啊！吃黑钱，别说水蝎子咬你了，我都想咬你一口。放了我！你以后还敢不敢了？再也不敢了。您是我祖宗哎，放了我！祖宗，蓝祖宗！哎呦！哎，老五，别赌气啊！我是想帮你，没别的意思。咱们是兄弟啊！是啊，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。你想帮着我是吧？是啊。好啊，那现在就帮吧，老四。你瞧这帮怎么办呢？啊，就这堆货。哎，都好说。不过我的弟弟，哎，咱们还是先把人都放了。这人不是石头啊。怎么也得让他们先把饭吃了再说呀！吃饭呢，就这几头啊，就这个啊，平时一个一个的，这都吃得好着呢。不干人事，今天谁也甭想吃饭。哎，老五啊，给我个面子啊！大家都是替朝廷办事，何必弄得你死我活呢？给你个面子，老四。就凭你的耳目，你不会不知道他们怎么糊弄我的。你这叫趁着劝架拉偏手。哎，老五，你这可滚，不滚我给你裤裆里也来一条。老五，你这是侮辱司员。司员虽是下属，可也是朝廷的命官。我没瞧出他们是司员来，光吃人饭不干人事，我就不拿他当人干。魁梧。哎，接着来。好嘞，过来，别跑。驾！